过不了多久，这咸阳就是天下的都城了。只要有丞相在，秦国一统天下指日可待。这张仪目中无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大王要是再听之任之，他恐怕要蹬鼻子上脸了。张仪他确实太过张狂。站住！李晨倒是有一个法子，可以治治张仪这个目中无人的毛病。要他真是自作自受。